啊，这个，这个真的很痛哎。你真的要吃吗？对。来，嚼进去吧。你很憨呀，这个样子穿衣服。就这样。你待会别头发粘在上面了。没关系。然后我要这样跳。一、二。为什么不行？跳得不够高。是我的体重的问题。哎，教练，为什么我站不上去呀？啊，怎么辅助啊？你站好。一、二。这个画面很喜感哎。想想。帮忙按一下。给你拍个照。再下来，抓拍好了，三。救命啊！啊！徐老师感受如何？感受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不要，这个玩超级好玩，这玩卡裆，就是非常非常的舒适。这个东西非常卡裆，你在上面很舒适。我不行。耶耶。你也别太使劲。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来来来，就，你果然玩游戏一点都不留情面。等一下，你先坚持一下，等等我。救命！救命！得让我爬出来。哎，你在干嘛啊？呀，好。我把你拔出来，我不行了，救命！对不起，徐老师，我就跟你客气一下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撞我那一下，很疼哎，我这样坐着都疼。那怎么办？凉拌。晚上请你吃饭。走。